南投县郭兴强总价比总额20年呢，韩国总额大概200公顷案发，不过贫穷或者比较每天的提升。农民讲，去年价比的收成、土壤是损失的惨重。据说郭兴强公所东山门的油厂相关的农政单位同农民向下来讨论，按样的来放，会危害到价比的贫穷区，而价比的损失莫安泰。大部分超感染超30%至40%左右。因此，咖啡股的危害同严重，郭兴强公司请通缉物防止感染球，土物、药物、清烟素、农粮球同茶界强烈的单位，同农民抢下来参详安全来做。农民提议来写咖啡专区，听取相关规范。某本小数封配的咖啡钱，变作上海上的素材。通缉物防止感染球的人员讲，只有缉物防止感染法，但确实是在做。没有那个想法要种，还是还稳的那种心态。如果说你想种，可是你又没有办法，没有那个能力来照顾的话，是不是要用一些？这个地方认为有共同防治必要，县政府做公告以后，通知到所有人，他就应该配合。他不配合，后面有个法则，第25条有个法则。公社为老县政府充分配合，把专区划出来之后，都有依据。相关的法令对一个不作为的这种的乡亲可能要做一些适度的采访。底下农民放咖啡谷的方式是生活放弃，不过族群的骨气，而家有几帮桥，是讲做到放弃的后果，一条会掉一届，对农民来讲负担一太。100多块，那是不是如果我种多的呢？我种几千棵，不可能一棵掉一个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责成，就是农委会来研发，因为我们的茶改厂针对这些特用作物也有研发的技术，所以能够来降低成本。台北凤溪会议开价慢慢有倾斜，相关单位不计较，听取共同凤溪念，而所有的咖啡农恐怕参加，先派延期可能会控咖啡股的蔬菜，将是保障种咖啡的经济效益。看看新闻的风气，南投报道。